本身这个三方中间的这个理事会有提供公证，在前面中间区间的地方有做过检查了。那如果消费者买到东西觉得重量有疑义的时候，到公证的地方，公证的地方去办，看看有没有疑义。那如果公证还不能解决消费者的疑义的话，可以打电话给我们高等检验局高雄分局的话，我们会派人员过来。